莫里斯克，你的问题不关我的事。你依照合约运送圣柜之后 ，IMC 就会转账给你。准备好我要的钱，我就会把你珍贵的货物带来胆小鬼。哎，太太，快打开舱门，给我我所要的东西。语音指令，无法辨识。让我把它给撕了。这太冒险，圣柜仍不稳定。盯着大英雄。 你有我的东西，我要你把它还给我，快点！叫你的泰坦打开。打开？他的话匣子吗？哎，那么想当英雄吗？我靠这份合约赚了不少钱，我的朋友。告诉你的泰坦，他再不打开，我就让你脑袋开花。铁玉陷入危机，视觉系统达到临界。 无法利用视觉找到铁玉啊！让他站好，看到他了没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到他了没？功能受严重冲击伤害影响。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些东西能够运作，快打开，不然我让你的铁玉脑袋开花。 你还记得数字不是吗？我说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没那么难吧？对吧？是啊，小队就是这样，要不一起赢，要不一起死。 太坦降落，库伯，你的泰坦好了，准备好就呼叫，等待泰坦降落。
害即可。将控制转给领域。库伯，我正在对 IMC 全力开火，但还是无法阻止折叠时空武器。你必须进入控制室。库里格斯指挥官呼叫所有战斗岗位，我要你们火力支援库伯和冰一，尽全力掩护他们。等等，执行中。继续前进，别落后了。库伯，刀山坡上，我们掩护你，快！斯托克顿失去联系了，谁马上给我个回报？我是罗特桥的兰德格尔上尉，斯托克顿中弹，要坠毁了。库里格斯指挥官，这是六世的盖斯，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盖斯，你来的正好，马尔他还剩多少弹药？我们已经待下很多事，别担心，库伯，我们罩你。库伯，我们在前方追踪布里斯科和斯隆，圣辉在他们手上，继续前进。瞄准系统启动，准备就绪。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IMG 启动折叠时空武器。如果失败，反抗军的哈莫尼星将会被摧毁。送达，准备折叠时空武器。开启折叠时空武器能源系统，启动瞄准反馈。目的地设成反抗军星球哈莫尼。瞄准系统启动，哈莫尼拿到钱了，坐标264.588载入。我的部队会接着处理。他们也该做些什么了。哎，念念不忘当英雄吗？他是你的了，慢慢享用。我有说过要抢救吗？这个免费奉送。当我看着你，就想看到大笔钱呐、啊。圣杯，这次是第一集团一样走，该着他了。火焰核心就是这个小子，折叠时空武器让我通过第二阶段，目标遗址地自由港系统，行星目的地阿莫尼。好了，来吧。就是不认输，对吧？折叠时空武器通过阶段三，计算空间折叠投影中。哎，你没那么容易出事。折叠时空武器准备完毕，控制设备中且接近第四阶段，环轮动力达97%。收到没？我们会掩护你，之后就靠你了。库伯，喷射系的冲击超载了我们的主内部系统，所有人员即刻退出本区。包括泰坦在内的正在设法还原视觉将严重停摆。视觉系统已修复。我的分析投掷是唯一的办法。警告，侦测到敌方泰坦，侦测敌方泰坦，侦测到敌。投掷是唯一的办法，我能够将你扔过去。投掷是唯一的办法，投掷是唯一的办法。帮个忙，我的自动导航系统断线了，帮那个射出装配室，我们非得合作才行。BT， 库伯，我们的地面部队没办法在时间内赶过去，你们得想办法从内部破坏折叠时空武器，没其他办法了。布里克指挥官，我有个办法，若我的反应炉核心外露，它或许能够折叠时空武器的中心破坏社会的稳定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已炸毁它，我正传送运输船汇合坐标给你。收到坐标，我们会过去。那你怎么过去？相信我，我计算过。最好是这样，我们在路上了，祝你们好运了。布里格斯，完毕。BT，我们有办法脱身吗？计算中。协议三，保护体育。你在做什么？相信我。失去 BT 的讯号，只差一点。库伯，我在你的抬头显
是上标好坐标，撤离点可能在空中，这边没有可着陆的地方。而且如果我飞越这片狼藉，你最好准时出现在那里。奇遇，快走！我在追踪你，继续前进。快跳！